3、2、1 ，Action！搭了3层楼高的一个青春照相馆，就我进去都傻了，你知道吗？好美啊！有种哈利波特太学院那种感觉。其实这一场戏总共1分钟不到，然后美术应该烧掉了近百万吧。里面所有的地板、它的装饰板，它都照着欧洲的规格做。我们跟很多个收藏家借了上百台的相机。如果撞掉了2台相机，我们这部片预算差不多也就赔出去了。年轻的导演更勇于表现自己不一样的东西。这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，它是奶奶到哪去了？然后呢，紧接着3个男主角摊开来给你按灯，变成非诚勿扰，你要选谁？然后最后，杨子姗登上舞台，一圆梦想，一夜成名，是《中国好声音》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集结了3档内地最火红的秀，我相信他们所有观众都会来看我们的电影。我觉得，内地市场是喜剧当道，但是奇幻喜剧，我觉得。我们片子算是很先河的一个作品，这样子。喂，奶奶。哎，奶奶马上就到。哎，阿姨啊，这个多少钱啊？2块5一个。2块5，上次买才2块呢，等会再说。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。不要把我眼中录下了。演得好好，导演。超好，他的笑话都有争议。A 大牌女星只给出7月份的第一周与第三周，B 大牌女星只给出每周1、3周，男主角只给出月底最后一个月。现有4场外景戏、3场内景戏，请立刻排出情表。很喜欢把这个笑话建立在别人身上。灰色衣服绑马尾的女生就是你，就是如果你等会她一上台就那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拍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觉得我很爱这个导演。我有点害羞哎，确定？请你一定要来看《重返日醉》，我是导演陈正道。对，大一哪个份儿的？自己玩去。